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は、カタカナ語を中心にお話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由片假名构成的外来语。皆さん知っている通り、日本語の語彙には、中国から輸入して、音読みを特徴とする漢語と、日本固有の言葉で、訓読みを特徴とする和語と、カタカナで表示されている、主に欧米諸国から来た、外来語という三つの部分があります。グローバル化の波に乗って、外来語、つまりカタカナ語は今、日増し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す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カタカナ語は英語だけではなく、他のいろんな言語から来ている言葉が多いんです。また、カタカナ語は省略、つまり短くする場合がよくありますので、それも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我们知道日语的语汇由汉语、和语和外来语构成。汉语主要是来自中国，以音读为特征，而和语是日本固有的词汇，一般为训读。此外，第三类则主要是来自欧美各国的外来语，用片假名来表示。在全球化的这个潮流中，外来语的作用呢也日益增大。在此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外来语并不一定仅仅来自英语，而是来自很多国家的语言。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日语中的外来语经常会出现省略、简化的现象，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それでは、こういった省略された、あるいは短くされた言葉を見てください。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来看一看这些被省略了的，或者说被简化了的外来语词汇。まず、次の簡単な問題を見てください。父のを使って就職した。選択肢は3つあります。バザコン、ハンデ、コネ。正しい答えはコネです。父のコネを使って就職した。詳しい説明はまた後でしますので、では早速、ハイテクという言葉を見てください。ハイテクというのは先端技術という意味ですが、実はハイテクノロジーの略語です。High-tech 这个词的意思是先端科技或者说高科技。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省略的说法。这个词的全称应该是 High Technology。我が国は High-tech 産業に力を入れている。我国正在加大尖端技术产业的力度。接下来我们来看 Listola。Listola 这个词的全称应该是 Listola Kuchaning。会社の経営改革などのために会社を辞めさせられることをリストラされると言います。在日本呢，因为经营改革等原因被迫下岗，就叫做リストラ。不景気でリストラされる，因为不景气而下岗。下面我们来看コネ。コネ这个词说全了应该叫做 connection。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連絡，也就是联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走后门、找关系。比较常用的例子有、コネを使う、走关系。コネで就職する、走后门找工作。或者、コネをつける、拉关系。下面我们来看、セクハラ。セクハラというのは、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という言葉の略語です。它的全称应该是、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意思是、性的嫌がらせ、也就是性骚扰。セクハラを受ける。就是受到性骚扰。下面一个词是マザコン。マザコン的全称应该是マザコンプレックス。母親に対する過度な愛着や執着を言う。また母親や母親に似た女性を慕うような傾向。也就是恋母情节。コンプレックス在这里就是情节的意思。那么除了マザコン以外呢，当然也有ファザコン，就是恋父情节。下面我们来看 Zenecon。 Zenecon 是 General Contractor 的简称，也就是 General Contractor， 意为総合工事業者，也就是综合的工程公司或者说建筑公司。比如说大手 Zenecon， 大型综合建筑公司。 Zenecon 業界就是建筑行业。日本の Zenecon といえば清水建設、また住友建設などが
挙げられます。那么说到日本的大型建筑公司，像清水建设或者住友建设，都属于比较大型的。下面一个词 present，全称是 presentation。ここでは提示、説明、発表といった意味です。意思是出示、展示、说明或者发表。会議でプレゼンをする，就是在会议上发表。下面一个词是 bio。bio 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 biotechnology 这个词的简称，意为生物科技或者生物科学，现在常用来做接头词。比如说 bio 研究就是生物研究。接下来 handy 这个词的全称应该是 handicap 不利な条件という意味です。意为不利的条件，比如说ハンデを克服する，克服不利的条件。除了不利的条件以外，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种让步。比如说在比赛中，对比赛的条件做一些限制，强者适当的对弱者做一些让步。比如说赛跑，那么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强者比如说往后站10米这样的，或者说下围棋的时候，强者让弱者几个子。这种就叫做 handy。handy をもらう就是在比赛中获得让步。その次、マンネリ。マンネリというのは、実はマンネリズムという言葉の略語です。思考、行動、表現などが型にはまり、新鮮さや独創性がなくなることです。特に芸術作品や文学作品の表現方法、あるいはその内容について言うことが多いです。マンネリズム或者マンネリ指的是思考或者说行动、表现手法等拘于程式，缺乏独创、缺乏新鲜感，特别是讲艺术作品或者文学作品的方法或内容的时候呢，用的比较多。比如说，マンネリ化する，就是成为老的套路，千篇一律，陷入程式化。何度も繰り返されて新鮮さを失うという意味ですね。マンネリに陥る，就是陷入千篇一律的套路。接下来我们来看 eco 这个词，相当于 ecology，原意是生态学 （se t a i n a g 现在我们经常讲的生态环保就跟这个词有关。eco 这个词就是环保生活，eco goods 意为环保商品、绿色产品，eco car 就是环保汽车，我们经常现在所说的绿色新能源汽车。接下来一个词是 gara，这个词的全称应该是 guarantee、保証金、あるいは出演料、契約金という意味です。这个词的意思是保证金或者出场费，还有签合同的合同费。guarantee 意为报酬低，出场费比较低。その次はインテリ。インテリというのはインテリゲンチャのことです。これはロシアから来た言葉です。这个词来自俄语，意思是知识分子、知識階級或者知识阶层、知識階級。下面一个词是 celeb，这个词的全称应该是 celebrity，有名人という意味です。意思是名人、高档的或者说贵族。略語、あるいは短くされた言葉、そういった言葉の説明はここまでにしたいんです。その次は発音や意味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外来語です。以上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缩略的外来语，比较常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其他的外来语，请大家注意这些词的发音和含义。首先是マニア。マニアというのは趣味などで一つのことに熱中している人。マニア的意思是迷或者狂啊，因为兴趣爱好，热衷于一件事情。比如说，切手マニア，集邮迷；鉄道マニア，铁路迷等等。下面我们来看ドリル。ドリル这个词，首先它的意思是钻，打洞用的那个工具。比如说，電気ドリル，电钻。此外，这个词还有学习、训练的意思，特别是反复进行学习训练，以强化某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学習ドリル就是学习训练。这个词的两种含义截然不同。
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记一下。その次、カンパ。カンパというのは、政治活動あるいは援助などのために資金を大衆から集めること。也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募捐、募集、善款。那么，資金カンパ就是募集资金的意思。再比如说，一人500円ずつカンパする。每个人募集500块。下面一个词是ネック。ネック这个词当然是脖子的意思，或者说衣服的衣领。那么ハイネック就是高领衫，领子比较高。タートルネック就是圆领衫。除了表示领子或者脖子以外，ネック还有一个意思，障害になる物事，成为一个障碍的东西，翻译成瓶颈。比如说，予算がネックになっている。预算成为了瓶颈。下面我们来看レントゲンを撮る，拍 X 光片。这里的レントゲン实际上指的是レントゲン写真或者レントゲン線，意思是轮情射线，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X 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X 線。下面一个ピンセットでつまむ，用镊子去夹。ピンセット，意思是小夹子、小钳子或者镊子。シックなデザイン。シック这个词来自法语，意思相当于日语的イキ，可以翻译为时髦的、漂亮的。シックなデザイン就是时髦的设计。下面我们来看時間にルーズな人，意思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人。ルーズ这个词来自英语，在日语中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形容动词来使用，意思是松弛、松懈、散漫或者松松垮垮的。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ルーズな生活，意思是散漫的生活。仕事がルーズだ，工作不认真、松松垮垮。下面一个词是ガーゼ。ガーゼ的意思是纱布。ガーゼを当てる就是沾上纱布的意思。假如说是在伤口上敷上或者说贴上纱布、药布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傷口にガーゼを当てる。下面我们来看 smooth 这个词，当然也是来自英语，它的意思是顺利、顺畅。話が smooth に進む，意思是谈话顺利的进展。接下来，あの店はアフターサービスがいい。アフターサービス的意思是售后服务，那家店的售后服务好。那么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记住 aftercare， 意思就是病后的调养。下面一个词，我们来看一看 baton touch。baton touch 这个词就是比赛中的接力棒，当然也有抽象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把工作交给了后辈，交给了后来人，也可以用这个词。後継者にバトンタッチする，向后任者递交接力棒，实际上就是移交工作。接下来 ，cunning 这个词比较常用，意思是作弊。テストでカンニングする，意思就是在考试中作弊。接下来ホースで庭に水をまく，用胶皮管往院子里洒水。水をまく不用说是洒水的意思了，那么ホース它的意思就是软管，或者说那种消防用的那种冲水的那个水管。ではその次に、以上まとめたカタカナ語を中心に簡単な練習をしましょう。好，以上我们总结了一系列的外来语，接下来我们就这些词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1、彼がカンニングマンネリしたのは明白だ。选项 A， カンニング这个词的意思是作弊，而且可以把它用作擦边动词カンニングする。而选项 B， マンネリ意为程式化、老套路，是个名词，因此这一题呢，我们可以选择 A， 他作弊，这是明显的。に、会議でパソコンを使って A、カンパ、B、プレゼンをした。我们从上下文明显可以判断出来，正确答案应该是 B。プレゼン的意思是发表，那么我们在会议上使用电脑进行发表，而カンパ是募集资金、募捐的意思。三、これは A。エコ、B、バイオの技術を利用して作った害虫に強い野菜です。選項 A、エコ、
它的意思是环保、生态，而 bio 是生物科技、生物技术的意思。我们从这个句子的意思呢，可以判断，这里呢跟生态环保关系不大，更重要的呢是生物技术。这是使用了生物技术培植出来的对害虫抵抗力强的蔬菜。用会社を A セクハラ B リストラされたらどうしよう。会社をリストラされる，意思是从公司下岗被解雇。因此这一题我们选择 B。选项 A セクハラ是性骚扰的意思，不存在会社をセクハラされる这样的用法。好，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如果从公司下岗，那怎么办？五、彼はとても時間に A スムーズ B ルーズだ。这一题我们只要对这两个词做一个充分的意思的判断，就可以得出答案了。选项 A smooth 是顺畅、顺利的意思。选项 B loose 是松弛、散漫的意思。因此我们选择 B， 他非常不遵守时间。六、エコカーには A ゼネコン B ハイテク技術がたくさん使われている。这一题同样，我们也是要对这两个词的意思做一个充分的把握。选项 A ゼネコン，它的意思是综合工程公司、建筑公司，而选项 B high tech 是高科技的意思，因此我们这一题选 B。环保汽车使用了很多高科技。下面我们来看练习二。7、いいマンションだが交通の便の悪さがになって借り手がいない。我们下面看看四个备选项的意思。首先一、タートルネック是圆领的意思，跟题目无关。第二个 chic 是时髦的意思，也没什么关系。第三 neck 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瓶颈，或者说薄弱环节。我们发现它跟提议是很贴近的，这是正确答案。公寓是不错的，但是呢，交通不方便成为了一个瓶颈，或者说成为了一个薄弱环节，没有人来租。第四个选项 hand 它的意思是不利条件或者让步。8、ハリウッドスターのはとても高い。好莱坞明星，那么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出场费比较高。于是我们从下面的四个选项中找出第四项。ギャラ是出场费的意思。ギャラはとても高い，出场费非常高。其他三个选项，第一个ハンデ是不利条件或者让步。第二プレゼン是发表。第三コネ是后门，找关系的意思。